五月天巡演开始了，现在第二场哦。那么我们看到这现场，昨天晚上是50,000名粉丝力挺，让财务长冠佑说他们唱到超时，大家也无所谓了。如果要让我活，让我有希望的活，我从不怕爱错，就怕被爱过。如果能有一天再一次充满光荣，记得找我，我最好的呀。五月天世界巡回演唱会第二场原地在高雄市运主场馆举行，台下近5万粉丝热情依旧。五月天开演唱会形容像是开公司，谢谢50,000粉丝应征员工。舞台上开始分配工作，总务长冠佑宣布的消息让粉丝们疯狂。我其实不用参与你们这，因为我一直都很认真。冠佑真的是战战兢兢，因为毕竟大家程度有差。为了大家的福利，所以今天晚上超时的话无所谓。巡回演唱会前四场都在高雄，成军20周年的五月天加上粉丝力挺捧场，天团展现果然很大气。记者赖君馨 SNG 小组高雄报道。